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王航，那么很高兴跟大家见面了。来，今天呢，咱们继续啊，来这个接上部分。上部分的话呢，是这个诸葛均啊，给了这个诸葛亮回来的消息。然后呢，咱们这里呢，诸葛亮一回来，所以说呢，赶紧啊，往这个诸葛亮这个啊这个卧龙岗奔。那么呢，咱们继续呢，把这个行军路线上的这个小野怪都给他简介简介。哎，来了，又是这片小树林啊。哎，当年这个一说这个诸葛亮啊。当年过来这个三顾茅庐，这一下子真的是坑了爹了。诸葛亮睡觉呢，当时我就不知道咋整了，我说我是跟他唠嗑啊，他不累我，假装睡着了。然后呢，哎，还写着没有？然后后来的话呢，选调查，查看一下诸葛亮干啥呢？我是不是叫醒他？我必须得给他叫醒他，叫醒他他又不干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东西当年如果没人教你，那真的是坑了爹了。实际的话呢，你得点否，点完否之后呢，停着别动啊，停着别动。过一会儿他自己就说话了，你说这小子是不是贱皮子，对不对？那么喊你啊，上杆子不是买卖，不勒你了啊，你再吱声了是吧？刘备说了，说这里你有这个，为天下苍生请命是吧？你有这个才能啊。诸葛亮这里开始分析了，说是这个将军，你可以占个人和啊，先取荆州为家，然后呢，这个后建这个霸业啊，之后呢，来个三足鼎立啊，这个大业可成。然后呢，这个诸葛亮说，哎呀。我给这小子忽悠好了啊！刘备当时一琢磨，他这小子说的没毛病，有点东西啊。所以说的话呢，这里就来了啊。孔明说了，说将军要是不气，我就给你效个犬马之劳啊，给这个刘备呢当马来了。OK， 那么呢，这个收完诸葛亮之后呢，咱们呢直接啊，这个画面一转，回到了这个新野城。这里的话呢，历史上著名的这个三顾茅庐就出现了啊。这个诸葛亮呢辅佐刘备啊，踏上这个三足鼎立的这个啊。这个小目标之后的话呢，刚好你说诸葛亮一来呢，曹操这里就派兵过来了。你说你这不给诸葛亮练手来了吗？然后这里的话呢，孔明开始啊，依次这个啊指派命令啊，你去干啥去？关羽这里说个遵命，其实并不是啊。我看那里关羽开始不服，关羽说，行，好啊，就这个。但是呢，这里的话还挺服的，是吧？这里呢，给这个关张二人啊，都这个分配好命令了之后呢，让关平、周仓两个人呢也去放火。之后呢，说这个赵云与我一通啊，去这个迎敌啊，刚一波正面。然后呢，你看我前面把这个赤兔马给赵云啊，就有这个好处了，就有这个好处了。咱们呢可以走得快点，要不然的话呢，这一仗走得特别特别的慢。咱们这里呢是这个安排一个军师，让孔明呢成为军师，咱们呢直接走。啊，我这里是在干什么？队列，队列也没用啊，部将应该是看看孔明的这个道具装备啊，看一波。啊，没看，那好吧，咱们呢直接走。这里的话呢，直接来一波这个，哎，这还有个小老弟儿啊，给陈登整上。陈登这里说这个，我正那啥呢啊，正奉主公之命，这个建成的啊，那看来陈登整不上了。陈登是前面整上之后呢，脱离队伍了，干建设去了啊，整内政去了。OK， 咱们这里呢直接往前走啊，曹仁啊就搁这等着呢。那么呢，直接这个，哎呦，好吧，这里还是碰了一波盗贼啊。碰了一波盗贼的话呢，咱们直接选择一波这个撤退，不跟他打，主要是跟曹仁打来了。哎，跟他唠嗑，曹仁说啊，务必全歼敌军，一个不留。他有点认不清自己了，他不知道他是被练手的。这里呢，曹仁于心里点带两波小士兵啊，直接呢过来。咱们这里的话呢，诸葛亮呢选了一波夜火啊，你看诸葛亮这一个夜火，这一下子对吧，挺疼，430多滴血。赵云杵一下203，从这一刻的话呢，就能看到法师的牛逼之处啊。当然了，法师越到后边越牛逼。这个武将的话呢，越在前期越厉害。之后呢，这个对面呢依次的打我一轮，一轮攻击结束之后呢，咱们就来了。哎，你看是吧？对面这里呢，忽然天降大火，五个人呢依次挨烧，啊，对面有点蒙圈了啊，这是怎么了？关羽这里说了，云长在此，然后呢，关羽加入战斗，现在呢选择总攻就行了。因为的话呢，每一回合呢，我方这个啊诸葛亮安排下去的这帮小老弟儿，都会呢给他一波大火。你看这里继续烧。啊，继续烧，这就是这个博望坡啊，诸葛亮第一功，张飞啊，张翼德在此。那么呢，现在的话呢，已经是碾压式的胜利了，何况呢，后边还有关平跟周仓是吧？就不需要了。那么呢，咱们在这里直接啊，就把曹仁击溃。曹仁说了，损失了10万人马，快撤。为什么没把曹仁也直接撂倒啊？让他连这个主将带10万人马全都损失上。OK， 那么呢，这一波就给对面干倒之后呢，这个诸葛亮啊。这个小微信就建立起来了啊，小微信就建立起来了，真有两下子是吧？啊，这还有个玉笛。然后呢，现在你可以看到呢，遇到了黄忠，
哎，从这一刻起的话呢，这个你所遭遇的野外敌人呢，他就啊会有这个大将了，会有将领了，不光是那些什么山贼了、盗贼了、水贼了、海贼了、黄巾军了、士兵了啊，不光是这些人了，有野外将了。然后呢，你在野外将的身上呢，也可以刷到各种极品武器啊。当然了，那都是后期的，现在呢没啥刷的，我就给大家看一下。暂不截取。OK， 那么呢，跟皇祖的胜利呢，跟皇祖的战斗呢，获得了胜利。你可以看到呢，钱跟经验加的比较多。咱们呢回到新野城，啊，去跟这个刘备汇报，第一战啊大获全胜。嗯，跟刘备谈话，十万曹军已被击溃啊，这就是轻描淡写的跟你说啊，这个十万直接搞定了。之后呢，要去接管这个荆州了啊。刘备的话呢，这里速去荆州啊。刘备一看这个有城能拿了，赶紧归队。啊，赶紧归队。归队之后呢，这里直接就准备走。然后呢，孔明说：“这个你最好是自己能把这个城给他拿下啊。”大概说的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呢，咱们这里队列安排一波，给军事安排上啊。诸葛亮呢，现在就不去了。诸葛亮呢，在这个新野安排安排啊。咱们在这里是把这个刘备当成军师吧，是没有别人了。哎，没任命的呢吗？队列啊，排个队形啊。这里我是没任命的话，是因为怕这个刘备上不去场。啊，对，我终于想起为什么没任命了。这里呢，小队形排上，然后睡一觉，因为的话呢，前面一战呢打了不少的这个，啊，受了不少的伤，挨了不少揍。这里呢，60块钱一把，哎，越来越便宜了。这不愧是自己家，啊，前面给别人家睡还70呢，搁自己家睡就60了，便宜10块钱。OK， 咱们呢往回走啊，从这个新野直接呢走到这个荆州啊，完事。这里呢到武器店啊，再看一下，我这应该是把身上的装备卖一卖，身上的装备卖一卖，哎，再买点。这里呢更新了这个铜甲、铜刀、铜盔，我这里没买吗？好吧，这里切一下。这里的话呢，我这是浪费了好多的时间啊，小切一下。咱们呢直接走，哎，别走啊，这不来荆州骗城来了吗？回来，走回来，哎，来荆州骗城来了，咱可不能走啊，这好事上哪找去？啊，直接进来啊！一看的话呢，这边这个刘表也不行了，你咋整的呢？你说这几个人啊，这个年多，这个不是这个武死之后啊，这个你可以担任荆州，我病入膏肓了啊，托孤于贤弟啊。刘备这里的话呢，自当尽力啊。刘备这个嘿嘿一笑啊，其实心里啊，寻思啊，这个小逼嘎还能是我的，是不是啊？还能是我对手？刘表都让玩好了，刘琦还能怎么的？然后呢，这里刘表说了，说这个你可以自立啊，你可以自立。然后呢，这个大叫数声而亡啊，躺下了。然后呢，这里这个蔡瑁说，这个我的这个部队的话，现在打不了啊，正练着呢，我要去讲和啊。然后呢，刘备说，呸啊，不战而退，这个垃圾。之后的话呢，咱们啊这个啊就要继续往外走。下边的小剧情给它续上。这里我去一下子啊，还得哎，这有个妹子跟她唠唠嗑啊，长得还挺漂亮的，看那样子。这里呢，咱们直接啊把这个档存上，再提高一点呢，需要207的经验值啊，也就是大量场野仗就升级了，问题还不大。咱们直接往外走，下来出城，回新野啊，回咱们的这个落脚点根据地儿。之后呢，直接进去唠唠嗑。再说这个蔡瑁啊，那意思就是蔡瑁叛变了，说这个咱们把这个蔡瑁诱出来啊，然后的话呢，这个荆州城就可以拿下了。之后的话呢，刘备不同意啊，刘备不同意。孔明说了，真是这个人主啊，那只能咱们去这个江夏一起猫一猫了啊，没招了，说那咋整？这里的话呢，孔明入队啊，咱们呢可以直接这个啊，可以这个直接设定一个孔明为军师啊，然后呢咱们出去，现在的目标就是直奔江夏，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因为荆州的话呢跟你已经没关系了啊，被这个蔡瑁给卖了。这里走走道啊，我这是睡着了吗？哎，好，继续走路，那咱们往江夏赶，直接往下啊，过了这个荆州城，就一直往下奔。这里的话呢，遇到了一波这个小强盗啊，咱们再给他直接搞定啊，这里也不剪接了啊，咱们到这个江夏以后啊，咱们再唠。
间的一堆小总工来咱们踢倒，往下走，到位。到位之后呢，咱们一进城啊，首先到这个江夏城啊，找这个武器店啊，把这个呢这个装备啊都给它更新一波啊，都更新一波啊，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武器店里更新装备。哎，一说这个更新装备啊，我就想起来了，最近这几天的话呢，这个支付宝都在这个秀这个账单是吧？啊，年度账单，我那个有空我也发朋友圈，我也秀一波。我这个待着没事，今年买了两艘豪华母舰啊，然后呢批了一个小岛，买了两架这个私人飞机啊。消费了这个七八个亿啊，这个消费挺多的。有空我也给大家这个整一个这个朋友圈，也截一截啊。这个我看都秀是吧？我也得整一下子。然后的话呢，这里我把这个这个购买装备的大量时间啊，包括这个人物换上装备的时间呢，都给他啊这个替换掉。然后呢，咱们这个记一下子，记个录啊。咱们呢直接来到江夏这里啊，直接来到江夏这里。哎，人呢？怎么又躺下了呢？咋的了？六七这里说了啊，这个叔父本来想继承一致，让这个荆州繁荣起来，结果的话呢，这个蔡瑁卖主求荣是吧？然后呢，我已经不行了啊，你能不能这个担任这个荆州这个啊统领的职务？现在呢，刘备混成大哥了啊，不打仗了。然后呢，刘备这里说了，军师所言极是，是吧？啊，我这成功的混入了这个啊荆州之主的行列。那么现在的话呢，我们呢再继续排一下队列，因为呢这个谁已经没了。啊，这个刘备呢，已经这个出去当大哥去了，现在呢，只能派这个周仓上来作战了。啊，周仓挺一挺，其实呢，我还真不太想让这个诸葛亮啊提这么提前上来作战。啊，先让这个武将砍一砍吧。我玩这个游戏，我比较喜欢砍，啊，特别喜欢砍。我这里的话呢是倒一波装备嘛，没什么要倒的，这里直接走。啊，关平领队，咱们直接往前走。这里呢是准备往哪儿走？哎，动一动，动一动啊，往上走。回去啊，到这个荆州去找找这个蔡瑁去，问问他凭什么啊，凭什么卖主求荣？这里的话，那一波士兵啊，咱们给他撤退了。哎呦，不跟他打，这玩意儿真贱啊！不跟你打还不行，薅过来给我们五个一人一脚。那我再跑，能让跑了吧？啊，好，送一张跑。OK 啊，咱们回来。这里的话呢，这个蔡州说想要船你就过来啊，对不对啊？他们这点小兵能打过咱们吗？你不得不说他们兵是真多。蔡中、蔡和、黄祖、韩遂啊，每个人的这个兵的话呢，都是在这个2000左右。然后呢，我这里的话呢，移心计啊，先把其中一个人给移上。啊，这个移心计的话呢，也是这个前期比较重要的一个技能啊。它这个可以呢，让敌方的武将陷入这个啊不动，陷入不动。这里呢，我给对面两个这个看似比较牛逼的将呢，给他移上。之后呢，这黄祖扛我一刀160，我发现我移错人了啊！这黄祖的攻击力不咋地儿啊，我移他干啥呢？然后呢，顶上那个蔡中跟蔡和啊，我说长得像个法师啊，我先把这个蔡和砍一砍啊，感觉他像个法师，这就是我的这个整体的策略啊。然后呢，对面这个蔡中打我也不咋疼啊，打我还一般吧，伤害不是太高。这里呢，咱们继续啊，火力集中猛踢这个蔡和啊，四个人踢他，五个人踢他啊，全踢。一波圈地战术奏效，赵云先踢他220，关羽再整他180，关平再干他130啊！你可以看到这个武力值呢，这个逐渐显示出来了，是吧？张飞呢，处于到220啊！现在这个三儿跟四儿这个攻击力是上去了，然后呢，这个二哥因为这个兵数比较少，所以说呢攻击力稍微低一点。然后呢，韩遂摆脱了一心计，我这里呢还是控住一个。啊，一心机的就相当于一个控制技能啊，先控住一个，控住一个砍死一个啊，这是我现在的这个主要的一个策略。然后呢，我这里又把这个火力点呢集中到谁这儿了呢？集中到蔡中这儿了。然后呢，继续让赵云控制这个韩遂，因为的话呢，我看这个蔡和啊也不咋用招子，砍我一刀也不疼，是吧？我先放他一马，先把这个其他人的这个兵数给他兵力给他打下来。这韩遂挺机智啊，整上就摆脱，整上就摆脱。啊，先把其他人这个兵数给他打下来啊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他打我就不疼了。你看这吧，蔡和打一刀57，那不跟被砍似的吗？蔡中这攻击力，哎呦，怎么还这么高呢？好吧，我这边的周仓有点不太行了，给周仓奶一口。哎，这里还是上了个一心啊，把黄祖移上。还是呢，感觉这个对面这个什么啊，这个拿周仓一心机，这能行吗？好吧，看看行不行吧啊！因为的话呢，周仓的攻击力已经下来了，他这个
带兵数呢被打得太少了，所以说呢我直接让他这个去放计谋，让这个血多的人呢这个打输出。哎呦，这一刀我的天，韩崔这一刀真的是啊，不得不说真的给他移上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周仓能不能被砍死，这轮瞅着问题不大，小神砍刀不怎么掉血。蔡中别打周仓了啊，还行，周仓都活过了这一轮。那么咱们给周仓奶一口赤心剑，奶一口周仓，然后呢继续周仓自己的奶一波自己，这样的话呢血量可以拉回来。然后呢赵云张飞接着揍赵云啊，赵云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，还是220啊，云哥这个输出比较稳定。三弟这个傻子一枪出哪去，出歪了哥们儿。然后的话这个关平周仓加一口血，韩遂呢再次摆脱了一心计啊，韩遂的攻击力还是挺高的，让他扛回一刀挺疼。然后呢蔡中蔡和这哥俩的话呢这个啊杀伤力比较一般，瞅这样长得像两个法师啊，拿两个棍儿。这里呢继续一心计呢再把这韩遂控上啊，控上。这里继续谋略吗？没有谋略啊，这个呢周仓选择加入攻击行列。然后呢继续100多啊，一刀140。赵云180啊，云哥的攻击力也被储下来了，三弟的攻击力也不行了，一心计还失败了，你这不扯的吗？皇族也摆脱了，这下可妥了。这下呢对面的全体摆脱了一心计啊，韩遂这一刀挺疼啊，你看能整200。哎，不如让诸葛亮来了，诸葛亮一顿大火直接全撂倒，我们费这个劲干啥。然后呢继续，这里呢是这个继续移心啊，把对面这个满兵的人给他移上啊，要不然的话呢这个不太好打。移心计的话呢每一次飞6点蓝还是挺费的。这里的话呢赵云谋略移心还移上，我这里是怕这个关平整不上吗？这是我这是当时是不是傻子，我移他两回，皇族摆脱了移心计。哎呦，我这不是傻子，我这有计谋啊，你看刚一心计摆脱了又给他移上了，这多机智。哎呦我去，太厉害了，自己都陶醉了。现在的话呢对面两个满血的人呢都被移上了，然后呢对面残血的小子呢我准备先给他处死。哎，没处他，我这里呢是把这个皇祖韩遂的这个兵啊给他这个处低一点啊，这俩人攻击力不是，这俩人防御力一般啊，一刀能处他们200多，那是吧，在这个我的这个残兵败将之下还能出那么多。周仓发动了攻击，可以总攻了，感觉完了，韩遂摆脱了，那还总攻啥了，不好总攻了。然后这里的话呢韩遂摆脱咱就一起揍韩遂啊，先揍韩遂，先揍这个摆脱的，让你摆脱。这里谋略没蓝了啊，平砍吧，那继续啊，摆不摆脱了啊，摆不摆脱了，揍死你啊，4个人5个人一起揍他。这里呢再揍一个200，皇族也摆脱了，这下妥了，下一轮该揍皇族了啊，张飞再捅他一毛，关平再给他一刀啊，差不多了。这个人的话呢也是个半残了是吧，没有兵他打人就不疼啊，你看现在蔡和都不如那500小兵、啊、还给我用检测呢，你有没有策略啊。这里呢继续该揍这个皇族，给皇族这个兵打下来啊，我方就安全了。那这张问题就不大了，赵云攻击三弟整一下，二哥续一刀可以了啊，这个兵的话呢打没一半，皇族的攻击，哎呦还失败了，真是个垃圾。下一轮的话呢直接发起总攻啊，这场仗也就完事了。你不得不说啊，这游戏呢不会叫孔明传啊，孔明还是好用。我这个周仓呢还是略显有点傻，这里的话呢一波总攻啊，直接呢结束对方脆弱的生命，给那小兵一顿揍干啥呀，那小兵也没惹你，给那小兵好顿处。好吧，小兵先躺了，菜盒也躺了，剩下俩人呢再有一轮也该躺了，继续揍，还谁还打个暴击，给刀烈火。这里的话呢5T1啊，你说你还玩不玩了，投了吧哥们。来，这里的话呢皇祖直接也投了，不能这样眼睁睁看着他们用船把船都给烧了，你说他们都要死了还给船烧了，这帮人多损啊。然而啊刘备军还是找到一条船啊，马上呢要乘这个船呢去那哪了啊，去这个东吴了。这里的话呢获得了这个高额的经验值和高额的金钱啊，因为呢这一仗打得也挺艰苦是吧，获得点不错的战利品呢也说得过去。哎，白马阵这个阵好，
白马阵的话呢，可以直接什么啊？直接的话呢，射程之后呢，让你的攻速啊，这个非常的快。这里呢又进城了啊，又是一波购物。这波购物的话呢，咱们也剪切一下，剪切一下各位。这里呢买个铜盔，谢谢。还有别的吗？买个啥呢？铜盔啊，因为的话呢，这个我前面所有人啊，不是这波没剪切，我前面的所有人的这个头盔啊。不是其他装备，除了头盔以外的其他装备呢，全都更新了，就差这头盔了。所以说的话呢，来这个城呢，给大伙一人配一个头盔，啊，一人配一个头盔，然后给他装上。哎，铜钱丹是个不错的小道具啊，在目前这个等级段，我这不有铜盔吗？啊，对，关平铜盔是搁地下捡的。啊，把这铜盔呢给这二哥装备上，二哥变成皮帽了啊，你看这多惨啊，从皮子变铜的。鸟枪换炮了，这里一看这个仓啊啊，这仓这还没有啥好玩意儿。然后呢，继续把铜盔啊转交给他，让他也别跟二哥混，别跟二哥白混是吧？混一回整个铜帽子啊，别像二哥老整的绿的戴上啊。这里呢，周仓装备上铜盔，然后继续哎给四儿装上主力战将啊，不装上说不过去，整上。三儿来一个吧，那还等啥呢？哎 ，OK 啊，给三儿的这个铜盔也续上，那可以了。哎，三儿还头戴呢，我的天！你妈这场仗回这场仗去了，前面那仗三儿都怎么打的呀？人家都整成皮帽了，他搁头戴干，真的猛将啊！不在乎装备，不在乎装备。这里呢，把这个皮帽子给他卖了，75块钱够不够？不够，你还能给我涨价啊，老板！你老问我够不够？这里赶紧给赤心丹卖了，赤心丹是个垃圾道具，不得不说，赶紧给他卖了。啊，继续，小皮帽子给他卖了，小头带快给他卖了啊！最垃圾的这个装备才卖37，这里呢给这个四儿啊，四儿的这个皮帽子卖了 ，OK 啊，现在的话呢，全体整理完毕。出去再睡一觉，怎么还买呢？我在这无限购物啊！铜甲啊，对，周仓一身装备全是自带的，这还没买啊。算了，我这里应该是考虑到这个后边还能捡上，应该是考虑到这个。啊，装上了啊，我以为没买呢。那 OK 啊，买完之后呢，咱们直接走。哎，你别挡道啊，妹子！找一个这个睡觉的地方。哎，睡觉的地方呢？这里还顶大树上了。我这是在干什么？迷路了吗，哥们儿？我这咋的了？来了，找一个睡觉的地方。因为前面一场仗的话呢，耗费的这个兵力实在是太多了啊，不好挨一个用吃心剂补啊。赶紧的话呢，把这个啊吃心剂也吃不了了。那个上场仗一心剂把蓝也都用完了。赶紧睡一觉啊，红蓝补满。然后呢，咱们继续出城啊，继续战斗。这场仗打完之后呢，回新野啊，因为的话呢，这个对面呢打到咱们新野来了。哎，这里碰着两个野将，直接呢总攻一下子，揍他们一下。哎，直接无处子，给这怪处够呛啊！这怪还没还手，好吧，白给啊，白揍这怪一顿。在战斗中取得了胜利。获得了不错的经验跟金钱啊，这个野怪你不得不说，经验跟金钱还真不错。这里呢，把阵型换上咱们刚学会的白马阵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全员的这个速度就提升了啊。在后边再打仗之后呢，这个速度啊直接就提升了。你说那个散开阵还有你不吗，哥们儿？那自己就会了。这里呢，蔡勋说什么？你要到东吴去找这个鲁肃，那你得经过我的同意啊。这里挺背啊，一上来被对面偷袭了啊，给我这顿揍，好疼。我只能说好疼。然后的话呢，这里呢咱们选择一个这个主要攻击目标啊，就揍他，让你唠嗑。这里呢我让这个傻子用谋略啊，因为对面也不接啊，所以说的话呢这个赤心计啊可以考虑。然后呢这个狂揍啊，狂揍第一个人啊，就可他砍。二哥这里的话呢兵啊出门就被打了，你看这一刀啊不太成功，但是不错啊，把这个敌方的张楠啊直接给这个搞定了。然后呢我方张飞呢摆脱了一心计啊，张飞这个对不对，三弟这个傻子是吧，也被对面给移住了。哎呦，这个火是真疼啊，
谁烧我一下子太掉血了，这一场仗的话呢这个开局有点不利啊，你该说不说。然后呢我赶紧揍烧我那个人，因为这个法师在这个游戏里边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。法师的牛逼之处是什么呢？你武将啊，你可以把他移心上，法师不好移。然后呢你武将啊，你损失的这个兵越多的话呢，你这个战斗力越低，法师不是啊，法师这个魔法的话呢跟你这个有没有兵不发生冲突。所以说的话呢我这里赶紧啊转换攻击目标，因为的话呢对面排头那个人实在是太扛揍了，那家伙简直就感受盾了，所以说咱不揍他了，咱换个人啊，咱揍这个法师。这里这个交触，哎呦交触这个攻击力也太垃圾了，好多人揍我二哥呀啊，跟二哥揍够呛。二哥这里的话呢是继续攻击，其实二哥这里没必要继续攻击了，二哥应该奶自己一口啊，因为这个二哥这个血量啊这打人也不疼了。这里呢赶紧接着揍，先把对面法师撂倒，一刀81啊，这一下应该加血啊，二哥应该加血，这下不太对啊，不应该让二哥再战。这里对面攻击失败还不错，噬心剂补一口，怎么补周仓身上了呢？我点的不是关羽吗？这关羽不要凉了吗？对面设置了个白马阵，看关羽能不能挺过这轮啊，挺过这轮给关羽加点血还行啊，挺过这轮了，赶紧给二哥加血啊，别唠了。谋略移心计，给交触移上，交触其实没必要啊，交触打人不打疼啊。我这里的话呢双博赵云的话呢这个除张飞除，先给法师处死一个，这是关键。二哥拉回了一口血190，张飞一刀处死一个可以啊，先处死一个，这仗就好打了，移心计成功，交触也变傻子了。张楠这里攻击力还凑合吧，这里的话呢给关羽再补一口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智力带来的差距是吧，关羽补一口190，周仓补一口120啊，这就是智力带来的这个差距。然后呢继续我还揍他、啊、就可他揍，然后的话呢让这个周仓补血，为啥呢？因为这个虽然说周仓啊这个补的血量不多，但是呢这个周仓攻击力也不咋地是吧，所以说呢让这个周仓变成这个傻子法师，给二哥奶一奶啊，不差那个七个十。哎，赤心剂补上，行了，二哥这攻击力的话呢，恢复个差不多了。关平这里又快挺不住了，关平这里被揍够呛。不愧是专业肉盾，这里呢我直接选择一个总攻，我感觉差不多了啊，我有点飘了，我觉得可以一战。然后这里我赶紧拉回来，我发现好像又不能一战了啊，这里继续加血。啊、我这个加血选了个群疗啊，这个加血点右的话是一波群疗啊，群疗的话呢整体的这个加血量呢会比这个单疗来的多啊，比如说呢你这个群疗的话呢可能不是单疗的话可能就加100，但是呢群疗的话呢五个人可能一人加20啊，不对，20×5还是100，五个人的话呢可能一人加30啊，大概就是这样。你看这里是吧，关羽的话呢前面能加190啊，这里呢给每个人加一个17，那么的话加个47，那么呢就是加了235啊，这就比190多点是吧，这就是群聊的好处。因为的话每个人都掉血了嘛，所以说这个群聊的话呢总体加的多还是划算的。然后呢继续啊，这个交触又除过了，张楠摆脱了一心计不太好玩了。然后呢这个周仓傻子来了个群聊啊，好像这个不太解燃眉之急啊。这里咱们继续谋略，把这个张楠移上啊，张楠这个攻击力有点高啊，所以说我先给他移上，然后呢咱们继续怼对面一号位啊，对面一号位其实我真不应该揍他，他这个防御力是太高了，我应该揍这个交触，让他随便打我，因为他打人也不疼。这里呢张飞攻击力还失败了，现在呢我这主要输出就是这个赵云张飞了啊，关羽也补回来了，关羽张飞赵云主要输出，关平这里有点顶不住了，关平承受了这个70%的伤害。这里呢我终于换目标了，别揍那小子了，那小子一是没兵了，二是太紧揍了。赵云失败了，攻击砍出了一刀 miss， 应该出个金箍棒。周仓再挺一挺，张飞也失败了，需要两根金箍棒，这钱要的有点多了啊。关平的血量呢往回拉一拉，张楠又摆脱了。哎，这场仗打得挺费劲呢，队伍里还是有个法师厉害一点，菜刀队不厉害，事实证明。
继续疑心，我的蓝也不多了，各位看出来了吧，我的蓝也不多了，还能用三次赤心计。这里呢我接着揍，慢慢砍，疑心计成功啊，现在好像差不多能总攻了，周仓再补一波自己，又砍周仓，别砍他了，他咋的了？这个周仓走的，哎，差不多可以总攻了。咱们来看啊，这波总攻的话呢，问题应该不大了，因为呢我该补的都补上来了，周仓死就死吧，无所谓了，给你卖了得了。因为一点点操作实在是太费劲了。这里打打别人呗，哥们儿，打打那个赵云、张飞，行不行？啊，好，这里踢了一波这个关平啊，然后呢，我们五个人一起踢这个焦硕，就把周仓打死。打死的话，我还得给他还魂，有点费劲。哎，这里好像听见我的呼喊了，开始打赵云、张飞了。哎，好，那现在的话呢，对面就剩这一个人了，一顿小圈踢给他踢倒了就完事了。这个没有法师的好处呢，就是圈踢的时候厉害啊，圈踢的时候厉害才到位。OK。啊，这里的话呢，这个跑到这里找鲁肃一群笨蛋，那意思就是我们搁这待好好的，你找鲁肃找啥地方了，还给我们一顿揍。哎，他这么一说我挺不是人的，哈，我这挺不是人的，跟他这么一说。然后呢咱们去城里先睡一觉、啊、先睡一觉，刚才这场仗的耗费的这个资源太多了，睡一觉全不满，那这下得劲了。 OK 啊，补满之后呢咱们这个出去继续。之后呢给大家做个小简介啊，做个小简介啊，从这个荆州啊，从这个荆州再往这个江夏走啊，再回到这个江夏，这里呢遇了一波士兵啊，咱这个撤退一下子。哎，你老孙杀我干哈，我不想跟你打，你说你一个人380的小兵，你撤退，不跟他们打。哎 OK 撤退啊，咱们呢直接再回江夏。再回江夏的话呢，这是进了这个小屋啊，我在找谁呢，我这是去大城啊，还得去大殿。大殿这里的话呢，这个完成了这个交代的任务，咱跟他唠一唠啊。目前说曹操大军压境啊，这个我主孙权啊，这是这个鲁肃来了是吧，然后那个孔明说这个请奉命一行啊，鲁肃说要是有船咱就赶紧走吧，别等了。那么鲁肃加入了队伍啊，现在的话呢马上就要开启下一章了，下一章异常的精彩是吧，赤壁之战。那么呢咱们啊今天这个视频呢也就差不多了啊，从这个请完孔明，然后呢孔明立功啊，然后呢一直到这个啊中间这个蔡瑁这些事儿处理完啊，这个坐拥荆州啊，现在呢准备去这个这个吴国啊去找一找孙权了。那么好吧，伴随着最后这个再见啊，咱们今天的视频呢也就告一段落了。我是本期的解说永恒啊，希望呢大家能帮我点一点关注啊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